那是不愿意跟他们去争。我知道我最后翻盘的时候，喜欢的朋友们帮我点点赞，然后送一送人气票，加入我的粉丝团，拜托拜托。我还没有吃饭呀，你们呢？然后我打算今天呢，还是隔一段时间榜一可以点歌。谢谢，我们就暂定15分钟，然后可以点一首歌。现在是就算15吧，9:30的时候榜一可以点歌。加油加油！想听的歌的话，请冲榜一。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呢，喜欢的朋友可以帮我点点赞，然后送一送人气票。首先呢，先要说一件事，就是我想冲我的意愿团喊一下话。我知道我上一次直播的时候，然后说了一些我之前遇到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和公司工作人员闹得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希望，毛毛在邀请我。希望不要用我的视频来传播，因为我怕公司看到了会找我的麻烦，所以希望大家多多保护我。我很感谢大家为我发声，但是我希望大家也可以适当的保护我，因为公司看到了他就会觉得，特别是你们把我的视频截出去，这样可能反而会对我更不好。所以不光是这次的事情，包括以前大家很多就会把我说了什么，然后给你们讲了什么，然后你们就把那个视频截出去，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怕他们会对我不好吧。大家都有发声，谢谢大家，就是有这个想要为我找公道的心，但是，还是以一个更好的方式、更聪明的方式来保护我。因为上次我在说认识的时候，我想着说还是。要嘱咐大家了，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谢谢大家。
刚刚从15分开始算的，我们15分钟，然后一次榜音可以点一首歌，然后来我来唱给，就是来唱给他。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多多为我点赞，然后也可以多多为我送一些游戏票，这样就可以有更多人看到我的视频。我不要连线，我不要 PK 了，我对 PK 已经有那种那四个字母是什么，就那种应激反应，我总输。PTSD。我直播就是连麦送，就是 PK 就没有赢过。说 BGM 声音有点大，关小一个。只连麦不 PK， 可是我也想赢得 PK 啊。总输的感觉让人不太好。那么就看他一会儿还会不会来连我，如果不连我呢，我们就自己聊一聊天。谢谢，还有10分钟榜一就可以点歌喽。今天做核酸啦、啊！今天上海全市都要做核酸的。Hello， 大家，我是夏诗涵。他又邀请我了，那你们说我能赢，我就接受了啊，宝贝。哎，哎呀，我的宝宝真可爱呀！想不想我？我这边音乐声是不是会影响？不会，不会，没有的事。还好吧？你在唱歌吗？对，我在唱歌。我是个那个叫什么音乐人，音乐主播。音乐人。我是音乐主播。哦，音乐主播。谢谢雅雅。我是一个聊天主播。你是MC 主播。对。唠嗑的是吧？唠嗑，偶尔表演一下才艺，然后他们点歌我就唱，然后不管会不会唱。就。不管会不会唱，反正唱的对了。对啊，哎，但是你不觉得我有进步吗？我以前都不敢在大家面前唱歌。啊，真的，真的是以前每次就是，比如我们需要的时候，然后你声音都会特别小，然后，但是你现在对，我怕影响你们，因为我没有自信。我现在会啊，你又不跑调啊？你又不跑调，你在干嘛？但是总
但你们唱的你就是没自信，但其实你又不跑调，你完全可以的。谢谢。就只是你就是相对我们来说你经历的少一点，所以你唱歌的可能没有那么有感情。是的是的是的，毛音乐人。那毛音乐人要唱一首吗？啊，没有啊，那我说了我可以唱嘛，但我必输啊。所以他们今天跟我说是有惩罚的是吗？嗯，啊，有惩罚，什么让我俩合唱关不掉？我不会唱关不掉。都多少年了还在关不掉？对呀，啊，都多少年了？今天他们说他跟我们说每次连什么孙瑞啊都赢不了。我说我连他们都赢不了，我连他们每一个人我都赢不了。是啊，而且我粉丝每次就鼓动我说你连你我们让你赢我们让你赢，然后他们不就是有什么惩罚什么的吗？撒娇八连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对我说你还是输了好，让还你还是撒娇吧，想看你撒娇，啊，是吗？他们我之前也是，我之前有个朋友每次连他，我粉丝都说下次一定赢一定赢，然后我没有赢过他，从来没有。我粉丝就是想看我被惩罚。那上什么票呢？是不是在对面的人啊？上什么票呢？2700了，是不是？你想看他搞什么？想看他搞干嘛？啊，哎，4000了，摆烂，我先摆烂了，摆烂了。哎，你最近有没有做那个 MBTI 的那个测试啊？做了呀，你啥呀？你是啥？这是能说的吗？啊，这个不能说吗？啊，也可以说。我都说了，我天天跟他们讨论。那，啊，你是啥呀？我是 INTP。INTP。INTP 是啥？不是，我测出来是 INTF， 但是我越看自己越不像，然后我就自己把自己归成 INTP 了。啊，反正就是啊啊，反正就是，它就是这个游戏嘛。你测出来是啥 ？INTF， 然后你把就是感觉人特别特别靠谱，然后从来都不会摆烂那种。但是 INTP 就是遇到困难就会摆烂，我觉得更符合我。哦，谢谢城堡里的卡夫卡。我朱小西也是 INTP。啊，真的？对，而我呢是跟 INTP 最配的 ENFP。最配的，真的，我今天还给周老师发了很多，就是每次，哎呀，我看一下，我找一下，啊，找在哪里啊？啊，我好像是抖音给他发的。你们两个有研究过呗？就是有研究过，就是 INTP 就是自己怎么意思啊？就是自闭，然后我这个就是我是 ENFP， 就是出来玩。就死抓砸门，你要出来。那我们两个类型是很互补的那一种，就很互补很配。我跟朱小西就是这样很配。行，那你上海是不是瘦了？他也在上海，我没有办法。哦，他被封在中心了。对的，你也在，你在中心吗？你是不是瘦了？我怎么能又瘦了呢？你真的瘦了，你现在脸好小，你的眼镜是你的半张脸，是我眼睛买的大，是我眼睛买的大，我怎么买不到这种眼镜？好了，我输了，我链接发你，一个眼镜半张脸这样，好，那你有什么惩罚？你要惩罚我？你说有什么惩罚？那你唱歌吧，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唱。我不会唱关不掉。哎，想听上次那个他们点了一个什么来着，就那个有7分钟的那个歌王，哎，不是情歌王，情歌王10分钟，谢谢。啊，10分钟啊？是吗？真的吗？啊，唱到结束吧。这唱到什么结束？情歌王吗？惩罚结束吧。惩罚结束，还差2分钟。真的情歌王吗？嗯，这个真的太久了。你是没有在 KTV 听过情歌王这个东西吗？没有。可能我听过，但是我不记得了。下次带你唱歌你就知道什么叫情歌王。
这个惩罚好呀、是吧？对我来说一点不算惩罚。哦，好，好好听的声音哦。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让我，否则你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生命里温柔灌溉，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展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往更多的幸福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忆，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啊，到了，到了，想你宝贝儿。等疫情结束了，我说等疫情结束，说我们一起玩吧。等疫情结束了，来北京找我呀！好呀，让你知道什么是情歌王。好，我第一次知道情歌王是这些歌连在一起的这种。哦，真的吗？哦，还是你太乖了，我都没有办法说不出口。这个是不能在台面上说的东西，你知道吗？嗯，阿姨，对，好。嗯，谢谢你啊，谢谢你的那个不杀之恩。嗯，我悄悄告诉你，我悄悄告诉你，好，好，走了，宝儿。嗯，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啊，榜一点歌，榜一点歌，榜一点歌，现在是9:30，然后榜一可以有一次点歌的机会。阿拉斯加海湾，好好好，阿拉斯加海湾。一首阿拉斯加海湾送给现在的榜一。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命令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呢？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
首阿拉斯加海湾送给榜一。喜欢的朋友请冲下一次的榜一哦。上天哪，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明知我还没能力保护他，让我们相遇呀。上天哪，他最近是否不再失眠了？愿世间温情化作一缕风，代替我拥抱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永远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希望我的努力能够赶上他，有天我能给他完整的一个家，对你说的话你别不小心漏嘴告诉他，我怕会吵醒他。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依旧在想他。哦，听得开心吗？听得开心吗？你喜欢就好啦。然后现在是9:35，然后我们到50的时候可以再当时的榜，你可以再点一次个。谢谢正在我直播间看直播的大家，然后喜欢我的可以帮忙点点赞，然后送一送免费的人气票。拜托拜托，为啥不在口袋四八播？因为抖音赚的更多，也不是赚的更多吧，就是因为抖音的现在这个方式就是你们给我的支持我全部都能收到，然后但是口袋四八就不可以。这个是我经过思考的，因为同样你们都是花了钱，但是口袋四八我拿不到，所以一定要让你们的钱花在一个对的地方。所以抖音的你们送的礼物我是可以拿到的，但是口袋四八拿不到，这就是我在抖音做直播的理由。但是是我们所有现在在抖音直播的人其实都如履薄冰，就是能直播一天算一天。因为公司也没有说到底可不可以在抖音直播嘛，所以且看且珍惜吧。我要把我现在的情况告诉大家嘛，
然后大家才知道我为什么一开始在口袋直播，后面要到 B 站直播，然后最后在抖音直播，因为这三个就是的你们送礼物的转换率，抖音现在是最高的，所以我们明人说明话。而且我在抖音上营业比较多呀，因为我经常会发一些舞蹈的视频啊，这种翻跳啊，这些都是就是没有特别适合在 B 站上发的，所以我会最近重心会更在抖音这边。前几天发的那个梦是什么？大家50分的时候吧，你可以再点一首歌哦。大家知道吗？我有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就是我不是最近玩那个百里守约嘛，我最近最好的一次战绩是我百里守约拿了10个人头，然后拿完10个人头之后呢，我们同队的3个人都为我点了赞，就是说大家都很认可我的百里守约。可能大家对于百里守约的要求就是只要不坑就可以了这是我最近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可以这么说，在打枪方面没有人，至少在塞纳河没有敌手但我这个人就是对押韵还是有一点点不太行，你呼吸新鲜空气了吧，也太久没有做这个颈椎的是护理了，所以他有一点点反复。哎呀，所以希望上海疫情赶紧好起来，好起来就可以出去，我们大家都可以恢复正常的日常的生活了，多么开心啊！现在想想以前可以出去吃火锅，可以出去做按摩，真的像是梦一样的，这感觉是我上辈子做的梦。谢谢喜欢的朋友们帮我点点赞，送机票，然后喜欢我想每天都每次直播都可以看到我的人，麻烦加入我的粉丝团，拜托拜托。对，还有10分钟啊，还有8分钟，然后我们的榜一就可以有一次点歌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争取，多多争取，不然榜一，点到后面他已经没有歌了。想听我唱你喜欢的歌的人都可以来啊，就是冲一下这个榜。看看哪个榜一点的歌，我最擅长。你想听关不掉，榜一不一定想听关不掉啊。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当榜一的机会，大家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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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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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首是什么歌？什么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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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还有吃的。但是说实话，最近确实是我这辈子吃的麦当最集中的一段时期，因为在家里就是嘛，就是在屋子里待着嘛，然后你要保证自己的蛋白质充足。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我啦，我最近除了脖子不太好，我其他都挺好的。还有6分钟，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造型吗？我自己戴了一个发箍，红蓝配色。连麦那天不带是因为我想让着他们，姐姐们真的是为了一个发箍真的是太努力了，我就不是那么在乎啊那个游戏的人。我要时刻保持优雅，我不能慌张。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和这个给大家感觉的这么一个人。优雅永不过时。还有4分钟，榜一就可以点歌了。然后喜欢的朋友们，进来刚刚进来的朋友们，帮我点点赞，送送人气票。喜欢我的佳佳粉丝团，拜托拜托。最后4分钟喽。好，期待是什么歌？脖子很僵硬，我开始慢慢的朝中长发迈进了。我现在等到我疫情出去了，我就要做那种中长发的温柔的小姐姐。真的，疫情使我改变。我最近孙盛丸的那个造型吗？对，但是可能跟他的不一样，因为他的造型都是每次上镜都会做一次头发的嘛，或者我可以自己动手，就是研究一些发型。还有最后3分钟哦，榜一可以冲一冲，就他了吗？就他了吗？他要点歌了吗？你总提瑞哥在直播，是不是想把我直播间的人拿走？日播，瑞哥很有人气的啦，不用你在这边来帮他吆喝。
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吗？瑞哥哪需要你们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吆喝帮他找人啊？你真是太看不起瑞哥了，瑞哥都要骂你。还有最后一分钟，看来就是这个 W 了。马上啊，马上啊，紧张哭九九，九指哭地板。好紧张，好紧张。啊，恭喜现在的榜一大哥点，谢谢啊，恭喜恭喜，你可以点歌，你可以点歌。榜一妹妹点歌啦，榜一的可爱妹妹，榜一的妹妹，可爱女人，榜一的妹妹给自己点了一首可爱女人。我就是凭着记忆，因为我有听过。没事，听一听就想起来了。一首可爱女人送给现在的榜一妹妹 W。真神奇啊，好的。就只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一起，想想想着你，开始想好不熟啊，对不起，榜一妹妹，我让我用副歌来回报你。勇敢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现在的榜一妹妹，这首歌送给你。主歌不太熟，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想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银河里，想着你，让我开始相信你，感谢你吸引你，让我懂了你，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
又结束了，现在是9:55，下一次选歌的时间是10:10。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帮忙点点关注，然后加入我的粉丝团，送一送人气票，点点赞哦。有没有新的人冲一下榜一啊？如果下次没有新的人，那么 WG 又要点一次啦。你们怎么不心疼一下 W 呢？人家小妹妹。让我们一起玩起来，加油加油。怎么弹幕里面还吵起来了？是两个好朋友，所以才这样在弹幕里面都能吵起来。我和朋友们有时候也这样，我就发现越亲近的朋友呢越可以说一些话，就像就打个比方说，就是你要找别人帮忙，如果是就没有那么熟练，然后如果你要人家帮了你的话，你就会千恩万谢，千感谢万感谢的，你说啊谢谢谢谢，麻烦了麻烦了。然后但是如果朋友呢，就是那种你帮我是你的荣幸，以后有你求我老脸，我没有说有你求我的时候。所以说就是越亲近的人越会展现自己不讲理的一面。朋友就是乱欺负的，我觉得朋友就是互相欺负的，越欺负然后越把自己的心掏人家，然后只要这个朋友是你值得去深交，然后他会把心给你。有一个新秀是不是要冲榜一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美妆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
有人要连我了，吓死了，不是熟人不敢接啊。我素颜出门嘛，我人家是说素颜的时间还是要比化妆的时间长，因为我觉得晚上卸妆很麻烦，但是只要化了妆我就会非常努力的把脸卸干净然后保养。穿搭教程，我跟你们讲，我已经没有新衣服了，我就一直就是只能把存以前的那些旧衣服拿出来穿。好想网购啊，疫情快点好起来吧。还有十分钟哦，还有十分钟可以冲一下榜一哦。旧衣服可真不少，那可是，也不看看我以前是干什么。我以前就是一个批发商啊，当年我做批发的时候，那是一等一的赚钱啊，这个。不是啦，以前是因为以前每一次出镜啊，每一次就是营业，你们都要我穿新衣服，你们可挑了啊。自己嘛，就是也拍图没有拍多好，非要让我穿新衣服，然后打扮得漂亮。所以啊，我为了给大家看到更多更多漂亮的自己，所以就买了很多衣服。然后当年都是尽量不穿重复的衣服出现在大家面前，现在就可以再拿出来再穿一次。谢谢刚刚进来的朋友们。喜欢我的可以点一点关注啊，加入我的粉丝团，送一送路上讲免费的人机票。然后对拜托拜托。然后还有八分钟，我们有一个十五分钟榜一可以点歌的机制，还有八分钟就要截止到下一次，然后榜一就可以点一首歌哦，就是你想听什么我就是唱什么的那种非常非常独裁的一种方式，是不是非常有掌控权，就是掌控感的一个有小游戏。哎，让我们一起玩起来吧。大家多多关注我，拜托拜托。好霸道的拳，你是不是很心动？以前从来不直播的，以前没有在抖音这边直播，但现在呢，我在抖音这边直播啦，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多多支持我，让我的直播间长一点人气。这个弹幕里面现在有在点歌的，你要知道只有榜一可以有点歌的权利。现在我也没有在放什么特殊的歌曲，就是在放我歌单，就是为了让榜一的权利更加的特殊。又有人被禁言了，也不用禁的太多了哦，管理也不用禁的太多了，这毕竟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了，不要太过分就好。大家可以说，但是什么都可以说，但是你说了不好听的就不要怪我怼你。谢谢。
大家多多为我点赞哦。都是为了生活。心胸宽阔，毕竟我是要走上大舞台的人，我是要面对整个市场的人，所以你们要相信我有能力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你们也要把胆子放大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这么多找骂的呀，啊，你们都是什么癖好？为什么都是求骂的？真的好奇怪啊，你们。看来你们平时的人生肯定都是那种非常非常顺遂的人生，就没有人骂。你们如果特别特别喜欢被骂的话，你们可以加入一个公司去上班啊，老多人骂你了，我跟你讲。到时间了，所以好多人也开始争取了，但是目前呢榜一还是没有变，所以还有三分钟，喜欢的朋友们，想要点歌的朋友们可以抓住机会啦。对，好，三分钟，然后加入啊，刚刚啊进直播间的人呢，喜欢的可以为我多多点赞，然后加入我的粉丝团，送送免费的人气票，然后让我的直播间更加有人气，谢谢。大家送礼物，哈哈哈！每天被班主任骂，说明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创造力的孩子。班主任只有在你和他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才会骂你。现在天开始热起来，上海已经开始暖和了，所以房间里都有点热了。还有一分钟。这个榜一大哥是第一个榜一大哥吧？哇，又变成第二个榜一小姐姐了。反超了。刚刚就是这么一个花手的大动作。新的人在榜一，大家玩起来了，玩起来了，太牛了，我们玩起来了，
天哪，这是什么神仙直播间？每一个在这个直播间里的人都是见证奇迹的人。哦，哦。到了最后一刻，变成了，我没有看错吧，最后一刻看变成了可爱文文啊，最后一刻是 W 吗？最后一刻是小 W 吗？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出现了分歧，有人说是文文，有人说是，有人说是 W。到底是谁啊？又变了 W 冲，加时赛，再来三分钟，那就到十五，那就到十五，我们的比赛竟然还有加时赛。加时赛，请问二位同意吗？加时赛，那就加时几分钟呢？好，一位可以，好，两位都说可以了，算上现在榜三可能是三位啊，强力选手的角逐，那么我们十五分，再见。这次看好时间，好，十四分的时候我就不讲话了，我就一直要盯着那个。哇，这个是不是这个紧张感堪比这个什么看赛马最后冲刺啊，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哎呀，我兴奋的想喝口水，好激动啊，估计老板们都十四分开坑，好，还有一分钟就到十四了，我们再讲一分钟的话，然后十四分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要寂静了，我就开始紧张了，呼叫偷塔，偷塔。顺便一说，我百里守约最擅长偷人头啊，真的是大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哎，两位非常非常啊精彩的角逐，那会不会有黑马冲上来呢？获得属于他的一首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现在已经到达了十四分开始了，一分钟只有六十秒，现在可能只有五十几秒了。好紧张，好紧张。十四分，哇！哎呀，我疯了，好紧张啊，怎么办啊，好紧张，稳住，加油，来，再喝一口水，现在可爱文文打到了榜一，
在榜一。可爱文文，可爱文文拿到了榜一。时间到，恭喜可爱文文。恭喜可爱文文，哇，谢谢你对我的支持，也非常谢谢刚刚的 W 小妹妹，你也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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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然后现在的啊榜一可爱文文，请点歌。谢谢谢谢谢谢，如果不是另外的啊榜二榜三跟他有这么精彩的较量和角逐，刚刚那场比赛也不会这么精彩这么的好看。来右肩，好，可爱文文点了一首右肩，来我们来找一首右肩。送给榜一可爱文文，哎呀我都有点脱妆了，我刚刚实在是你知道全身都在就是激动的冒汗。右肩，希望大家喜欢。好了，
那我们最后玩一次吧，大概也我们现在也玩了几把，我们一共玩了几把了，我们玩了几把了，数了就举手，三把是不是？啊，我们这次直播一共玩四把，现在是10:20啊，10:20呢，我们15分钟到10:35，对，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还有没有想点歌的人呢？今天的直播我很开心。有这么多想要听我唱歌的人，手大心动了，什么意思？刚刚进入我直播间的人呢，麻烦啊，就是点点关注，加入我的粉丝团，还有帮忙点点赞，这个赞是免费的，对。免费的，还有送送那个人气票，点点屏幕就可以点赞，然后人气票是免费的，在右上角。拜托拜托。别叫我达芬奇。有人在。拜托拜托，对啊，手大在牵手的时候可以把你的手整个包住，是不是很心动很幸福？心动了是不是？心动，不管是心动，让我这么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人为你唱一首歌吧。我只有两只手，大家不要抢啊！大家不如冲一冲榜一，可以获得只属于你的一首歌。我两只手一点也不特别，两个手都可以牵人，左手可以啊，左手可以牵，右手也可以牵。不，我这个手是温柔的手，我的手是不会打人的。好久不见呢，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在我的直播间里，想大家都可以很欢快很开心。他扣真人很美，难道现在屏幕里的我就不美了吗？你要夸就夸全套的啊，你就夸一半，你这是让我会多想哎。自己的想法啊，懂吗？主播多大了？你猜主播多大了？你觉得主播多大了？
可以看隔壁怎么聊天。隔壁是谁呀、啊？隔壁是你家呀？18岁。我哪知道你隔壁是谁？我管你隔壁是谁。16才这个同学，哇这好小哎，还有16岁的妹妹。我看了这个我抖音里面，然后大家的年纪就是大概就是18到23岁是占了很大一块的，然后就是剩下每个都是比较少嘛，然后还有一个第二多的就是其他，也就是说我还有很多50岁以上的和18岁以下的人在看我的直播，所以我的年纪分布真的非常非常广，我的粉丝。还是他这个是什么算法？是不是你们可以填假的呀？比方说有人填他1000岁。哎呦，我86岁的奶奶。怪不得。所以可能很多人都填了18岁，然后很多人填自己2岁，或者很多人填自己1000岁，才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的。谢谢谢谢，刚刚进入直播间的人可以点点关注，加入我的粉丝团，然后送一送免费人气票，点点赞，拜托拜托拜托啦！谢谢谢谢大家送你，你可以在。加油加油，可以冲到榜一点歌哦。我们下一次的截止时间就是10:35，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次点歌啦。10:35还有7分钟。10:35，因为刚刚上一轮的结束时间是10:20，然后再轮15分钟就是10:35，所以10:35的时候呢，当时的榜一就可以点一首歌，然后来让我来唱，好吗？好吗？难道不心动吗？好心动，好心动。除了王者还玩什么游戏吗？我最近就在玩王者，而且王者也很丰富啊，里面那么多英雄，也打很多很多把才能把一个英雄稍微摸到门道。我觉得我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爱玩游戏的人嘛，所以能分给游戏的时间其实不多。我可能就是因为太乖了，我不应该这么乖。还有6分钟，等到
好，还有五分钟啊，到10:34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最后一轮的榜一有可能还是现在的榜一大哥，有可能后面的人就追上来了，就非常紧张了。像个好人，对，一看就是一个好脾气的人，我是脾气最好的人了，真的。信他也没有叫你，非要叫你信。马甲线秘诀的是什么？好，那你冲榜一啊，你既可以点歌，我也告诉你。马甲线秘诀，诗涵可是水仙大帝。什么叫水仙大帝？我真不理解你说什么叫水仙大帝呀、啊？榜在哪里看？我不知道你们眼里，反正我是在这个地方。你们也在这个地方吗？什么水仙 YYDS？ 哦，原著是。是卷了吗？对啊对啊，还有3分钟吗？3分钟。谁将获得下一个荣耀的时光呢？啊，时光，荣耀的称谓呢？对，我想说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光，然后这个称谓是个非常荣耀的称谓啊。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权利，这个直播间所有的人都会称你为榜一大哥。今天最后一次了，到底是哪一个英雄，哪一个幸运的人？有点流鼻涕呢。哇，这首歌一下就慢起来了呢。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点歌的机会哦，你可以选一首你最爱的歌唱给你。哦，34，抓着头发等待。看来大家已经不打算冲了。不会动了吗？不会动了吗？你们已经不想陪我玩了吗？嗯，你们只有这么一会儿的耐心可以陪我玩吗？
啊，没有变，还是文文。但是也刚刚谢谢 W 小妹妹愿意陪我玩这个游戏，但是也要感谢现在的宝一。你今天是单是连霸了一次，就是有两次是连着的，然后还有第一次也可以，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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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支持。好，点歌。你家不是小妹妹？是的是的，因为我要当所有小妹妹的姐姐。你是不是点多了？没有啊，这就是你的权利。谢谢老板们，谢谢老板们，谢谢今天所有为我助力的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构成了这个直播间。盛夏，盛夏好声音吗？盛夏吗？剩下好声音。哇，我发现点歌也是一种学问哎，有没有？你简直抓住了直播间里面所有人的心，所有人都说谢谢你哎。看来这是众望所归，那么我就要给榜一大哥送上这个剩下好声音。想要点赞每天，释放出热烈的闪电，洁白的刹那间，让肤色更鲜艳，青春正新鲜。再美的语言，也需要金色的布点，此刻说的永远，刚接近了永远。无尽的晴空，纯净的相爱的初衷，海浪的翻涌提醒我早已经行动，我是应该趁现在完成蝴蝶的簸拥，在这夏日天空下心甘这一旁，全世界准备好了吗？海浪上一层刺骨，我的嘴边你看清楚，学会被更多人注目，被更多人嫉妒，飘过了沿岸这一路，心跳声音扫刺骨，爱的果实终于成熟，为等好这一幕，我们曾在黑暗中起舞。秋千，藤线和爱的爱岸线，享受这份悠闲，因为曾经执念，人海万万千。初吻的昨天，今天能够留住时间，心与心相连，就像海和天。轻轻的海风，就像恋爱有一种甘甜，又带着一丝丝危险，或许该趁现在面向大海等花开，在这美丽天空下闪耀着一下，想问你准备好了吗？海浪声音扫刺骨，夏日蜕变你别羡慕，学会被更多人注目，我演的就是这一出，心跳声音扫刺骨，白日
处，学会被更多人瞩目，被更多人嫉妒，秒懂了延安这一路，心跳声音洒子鼓，爱的果实终于成熟，为等候这一幕，我们曾在黑暗中起舞，我的夏天洒子鼓，不害怕被羡慕，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然后很开心可以和大家共度今天的时光，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游戏，我想下一次大家也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来陪我玩这个游戏。谢谢大家，约定好了，我会更加努力，然后唱更多好听的歌给大家，我爱你们，拜拜。刚刚有人冲到了榜一，叫什么俺弟宝，反正宝宝，下次还要来，因为我们刚刚说好了是最后一次了，你稍稍有一点点晚，希望你下次还可以来哦，好吗？还有可爱我们，还有 W， 还有后面更多的人们，谢谢现在直播间的191个人，我们下一次再见吧，拜拜。